跟大家好，今天跟大家说一下扁皮的横握苗掌。前手推弓、推平、推正，后手捏皮刀、捏正，拉开弹弓以后，上下皮筋重合，后手定位，用这个顶点去对准你要击打的目标。前面有一个打火机，我给大家演示一下啊。有不明白的，双击关注啊，关注晚上直播间教学，感谢。会不会喷火？